Hello， 大家好。咁今日讲嘅题目就系近十年九个最唔应该买嘅曼联球员啦。嗱，咁啊，呢十年我会称之为曼联黑暗嘅十年。咁其实十年前咧就2009年咧就唔算好黑暗嘅，即系2009到2012年都仲攞紧冠军嘅。最后一次就系云佩斯啱啱加盟嗰年咧，但系其实2009年已經是失敗的開端嚟噶，因為嗰陣時我之前提過啦，嗰啲陣容又開始老化，其實足球層面上面都開始退步嘅。由當年啊，沙馬魯啊，即係阿朗納度啊、朗尼同埋迪維斯嗰時開始咧，其實已經有啲走下坡啦，統治力咧都唔係好足夠。嗱，咁啊當然就唔可以淨係怪曬我哋曼聯嘅，因為競爭對手咧，其實都強咗嘅。由當年嘅阿仙奴啦，跟住開始就轉變成呢個英超嘅 Big Four 啦。Big Four 之後又開始又有曼城啊，有熱刺啊呢啲加入。咁其實就成個大環境都困難嘅，退步當然都有啦。咁啊，雙重因素再加埋一啲 CEO 老闆嘅輪換，或者教練嘅更替，就造成咗今日曼聯嘅困局啦。但啱啱講咁多原因咧，其實都唔係直接原因嚟喎，因為始終落球場踢嘅都係我哋嗰11個球員啊嘛。咁啊，最大問題當然就係球員問題啦。咁買人咧就一直有買嘅，咁賣人又有冇問題呢？明顯就好大問題嘅。賣錯球員，我自己就覺得有好多嘅，所以講今日呢個 topic 咧，我一次就講唔曬嘅，可能都會分下上中下咁樣慢慢分開嚟講。九個球員就肯定不是得九個賣錯的了，就其他都很多球員是賣錯的，所以呢就即係呢條片就用了很多心機的，就慢慢由咁多芸芸眾海之中揀了我認為最賣錯的九個球員出來。嗱，有些球員呢就很容易可以代替到的，可能你賣了他你市場上面隨便都可以找得到的，就是一些比較平庸的球員或者一個類型不是太特別，一些中場的工兵啊，或者輔助性質的後防啊，這些賣了就無傷大雅。但是呢，有一些球員你賣了不是那麼容易買得回，例如一些很有鬥心的球員啊，或者很有領袖氣質、領袖風範的球員，這些球員你就算說你現在出1億、2億你都找不到一個很好的領袖、好的隊長給我們的。這類球員呢，我自己認為曼聯都賣錯了好幾個。另外有些球員呢，可能他不是因為他賣完很難買到，而是賣完之後呢，他可能又要使多很多錢才可以買得到類似功能的球員，而買完之後可能其實對球隊沒什麼大的進步，或者沒什麼大的改變，對戰績上也都沒什麼特別好的起色。咁呢一類球員我亦都可以即係話係唔少㗎，即係好多球員賣完之後其實你買返嚟嗰個都差唔多㗎。咁呢一啲球員我都會揀選咗幾個出嚟㗎。嗱，咁啊即係接落嚟就會慢慢逐個講㗎啦，由第九名開始講，由然後第九、第八、第七咁樣講到去第一名。咁大家可以慢慢估下，又可以自己心裏面諗一諗，睇下你嗰九個球員同我嗰九個球員同唔同喎。第九名呢，我是講迪維斯的，我揀了他啦。我相信這個球員就很有爭議，大家應該對他呢、就是、有些仇口的。為什麼我會揀第九呢？就是因為、你說他賣錯，如果你從結果上來看呢，又不可以說他完全錯得完，因為我們後來看到他對我們曼聯都很沒有感情的，又即係辱罵費格遜啦，去到曼城之後又掛曬嗰啲橫額啊，入波又係咁慶祝啊，即係佢對曼聯起即係明顯就冇乜特別大嘅感情，亦都有啲反骨。咁你話佢賣錯咧，呢一方面你可以話冇錯，但係其實我哋睇事就唔可以即係從結果嚟睇嘅。如果當年你冇賣佢，你對佢非常之好，好重用佢，咁佢唔會走，佢唔走就唔會有反叛呢一幕嘅。咁到時可能成個故事就唔同，可能佢就係曼聯嘅英雄。所以我認為即係從翻足球場面上面嘅表現嚟討論一下啦。嗱，當年咧
佢加盟我哋嘅時候咧，其實係租借嘅啫，即係俾咗一二千萬左右啦。咁啊，喺惠斯咸就借佢翻嚟。但係好奇怪嘅一件事就係費格遜咧借完佢翻嚟咧，唔夠一年咧，又重金3075萬磅買咗個貝比托夫翻嚟。咁就當時一開始有四個前鋒喎，有斯朗啦，有朗尼，有貝比托夫，有迪維斯。咁就三個矮小型、速度型嘅前鋒，斯朗都唔係好矮啊，但係好快。加埋貝碧四個前鋒非常好用，多數都是打4-4-2或者4-3-3，其實相當夠用。即係加埋蘭尼，但是咧，即係借咗一兩季之後咧，個問題就嚟啦。費格遜續唔續買佢咧？即係買斷佢。當時協議咧3000萬磅，咁啊後屘費格遜就出價1500，話唔會再多啦。咁傾傾下咧，最屘就話2550萬磅就可以買。最屘費格遜係決定咗唔買嘅。嗱，唔買呢個決定咧，其實好奇怪嘅，因為我哋睇翻個結構，當時貝碧托夫已經29歲啦，迪維斯只係25歲啫，而迪維斯嘅表現前一兩季係唔差得過貝碧托夫嘅，上陣次數大家都係有時正選，有時後備，入球次數迪維斯係多少少噶，同埋大家嗰種戰鬥嘅精神，貝碧托夫好明顯就不及迪維斯嘅。他未走之前，亦都冇對曼聯有任何嘅底位。他一直都係講緊佢好想喺曼聯踢波嘅。咁究竟費格遜點解要賣咗佢咧？佢係咪睇得到呢個球員有反骨啊？定係其他原因咧？我就真係唔清楚。費格遜喺自傳嗰度講，亦都冇講到好詳細。佢就係話迪維斯唔值呢個價。嗱，但你話迪維斯唔值呢個價錢，咁點解你買貝比托夫又買3075萬磅咧？仲要老咗幾歲嘅喎，係咪？你放走一個老的前鋒，後生的前鋒，又留低一個老的前鋒，咁結果就是你用完貝碧兩年，你兩年後又要買個老的雲佩斯，再三年後又要買個老的伊巴希莫域，所以就係賣咗迪維斯呢個球員，就陷入咗一個即係曼聯陷入咗一個好惡性的循環，就是不斷咁想買即食球員，然後每一次都使好多錢，就算你話伊巴免費，其實人工都係好貴嘅，即食的球員當然是好的，但是這樣完全扼殺了年輕前鋒的進步空間，也都沒有新的前鋒可以磨到上來。我們看到小豆、韋碧哈到拉舒福特，其實一直都受到他們的影響的，所以可以說你賣了迪維斯是牽一發動全身的，即不是說賣了一個好球員簡單。我認為在迪維斯這件事上面是絕對做錯了的，萬至少都要留下他。你說貝碧留不留沒問題，你留低佢，朗尼就有一個幫手，亦都唔會殘得咁快。當年可能亦都唔使使大錢買雲佩斯，後屘亦都未必會有伊巴希莫維。好啦，咁迪維斯就講完啦，咁我哋就講下一個啦。第八名，我揀咗迪倫沃特啊，即係李斯特城個前鋒啊，水哥。咁就迪倫沃特咧，就2012年即係冬季啦，2012年1月嘅時候離開嘅。咁當時個中場咧有咩結構呢？係啊，基華尼啦，聰明仔，吉遜啦，卡維克啦，費查史高斯，係呢幾個嘅啫。咁我哋啱啱講到嗰三個費查、卡瑞克、史高斯，其實都已經年事已高噶啦。史高斯就踢埋嗰個就走添，即係其實佢都已經走咗翻嚟嘅啫。因為費查、卡瑞克其實都冇幾多貴貨仔啦。另外兩個基華利、吉遜都係用財，即係你見到後屘佢哋完全冇發展，都係走嘅。咁啊，仲有個安達臣其實都冇踢噶啦，好快佢就走咗啦。你放走迪倫沃特，即係話唔睇好佢啦。但人哋後面的發展就是一個很實用的中場，好使好用的，識得傳波，有長傳，有遠射，勤勤狠狠，低調。這個球員直到今日其實都只是29歲了，他在李斯特城可以撐得起成隊波，當然你說有簡迪的幫忙，但他都是一個主力中場來的。那麼轉會車路士有少少不好彩，又受傷啊，又轉係不斷換教練，其實佢都踢過20多場唔錯嘅表現嘅。咁你話今年嗰陣時賣咗佢，如果冇賣，咁到今日其實佢可能一直都仲係正選。如果冇賣佢，我哋就唔會要使2000多-3000萬買舒拉達，
千幾萬買舒韋恩士力加，仲有三千幾萬買費蘭尼，呢幾個球員證明咗都係一啲過硬文煙嚟嘅，但係加埋就正正使咗我哋萬一億以上。你話佢係咪肯定好過迪雷莫特？我自己就唔覺得啦，起碼人哋有英超冠軍落袋，亦都即係都貢獻咗六七年嘅頂級嘅水平。你唔好話佢係一個球星巨星啦，但起碼你睇英超佢都係會有比較即係有一流嘅水準嘅。咁你賣咗佢，自己又使多咗一億，佢嗰個冇好過，鬧咗十年啦，到今日都仲鬧緊中場，你話係咪？即係有時一指錯就滿盤皆落索，唔止嘅，即係我哋之後再講，仲有好多個球員，基本上係同一個道理啊。嗱，第七名咧，我就揀咗普巴嘅。嗱，同迪雷莫特好類似，因為賣完迪雷莫特，2012年嘅一月八月份嘅時候就賣普巴啦。咁嗰陣時，費格遜究竟係諗緊咩咧？史高斯當年退咗休噶咯，你又即係人哋退咗休，你都仲要揾翻佢翻嚟，揾一個37歲、38歲嘅中場，你都唔即係都唔用迪雷莫特，又唔用普巴，你究竟？即係要贏冠軍重要啊，定係為咗自己臨走之前攞啲尊嚴而放棄一啲有前途嘅年輕人咧？你定係你話你係睇漏眼啊？博巴你覺得唔係一個好球員？嗱，我相信費格遜當年咧都全權可以主導曬所有轉會噶啦，其他人只係俾到意見佢嘅啫。我相信呢兩個deal咧都係費格遜去即係決定嘅。其實我哋見到費格遜早年、中年咧，佢決斷力都係非常之好嘅。一啲有性格嘅球員、有性格嘅球星，佢係容得下嘅。即係我哋見到堅尼啊，我哋或者我哋大帝簡東拿，仲有好多斯朗啊，等等球員，其實都係唔係容易教嘅球員嚟嘅。但係佢係可以將佢哋利用到，將佢哋嘅好處發揮到。不好的地方他可以掩蓋到、壓制到，但嚟到晚年的時候，我哋見到他只是想起用一些温順、乖、聽教，即係例如基華尼、例如費查，但是博巴呢些球員他全部放棄曬。博巴呢個例子仲有一個，不知道大家記唔記得，當年有個號稱是天才的拉菲爾摩利神，其實一樣都是一些刺頭型的球員。但是費格遜全部都是放棄曬嘅，佢留低嘅係連加特，留低嘅係吉遜，留低嘅基華尼。我認為呢個決定完全係錯，大家亦都睇到後尾冇一個呢一類嘅球員係可以長期打到正選。費格遜嘅即係最尾晚期嘅一系列嘅決定，我認為都係導致今日曼聯沉淪嘅好大嘅關係。嗱，啱啱講咗啦。迪雷莫特使咗一億冤枉錢，普巴你唔賣佢，買翻翻嚟又要使8900萬，前後加埋已經用咗使咗2億磅嘅冤枉錢喺中場。如果你留低佢，當年普巴你話佢好即係好似好有氣焰，好串。但如果你當年留低佢，我哋仲有傑斯，仲有卡維克，仲有利奧費利南。你話係咪真係管教唔到佢呢？我認為如果有呢一班嘅老大哥身邊踢翻幾年，喺曼聯嘅環境入面成長，可能可以改變到佢嘅。咁今日嘅博巴就唔會喺度做少爺兵，即係唔會自己想踢就踢，又唔使使嗰8900萬。即係你話如果買博巴係啱嘅，我就冇有講。其實我自己本身都唔係好中意佢嘅，但係你足球就係唯有以波論波，以事論事。蝕咗嘅錢就係蝕咗嘅錢噶啦，唉，咁就即係其實都唔止咁多嘅。今日咧就即係加埋就講咗三個球員啦，有排講啊，即係下次就要講第六、第五、第四，最後就講3、2、1咁樣，嗰啲當然就係更加精彩嘅球員嚟噶啦。咁啊，大家快啲估下咯，究竟下接下嚟嗰三個球員係咩咧？即係可以留言同我講下，咁我睇下中唔中啦。其實我已經準備好曬啦，不過就一條片講唔到咁多啫。好，咁啊，今日就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